对，嗯，哪来的阿姨？你这个还可以骗很久啊！真的吗？你的真好哎、欸！我看一下。跟我一起去上班。好久好久没有来大爱录影了，其实才三个月，但感觉好像三年。三个月？你三个月没来？三个月没来，因为我十二月还要来拍最后一次汉字。汉字到了。干不那时候？我做你那是最后一次，对对对对对。那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呢？因为我们要来录洗手歌。我最近每天都在洗手，我一下是我自己的洗手，今天的是另外一首洗手歌。很难，不会很简单啦。我跟你傅凯说，傅凯就说，哦，这个有难。真的假的？我编的时候我有故意要简单，可是因为他们说想要加一点街舞在里面，所以如果你没有再复杂一点，就看不出来。连那个初夜师姐。我告诉你那种用简化，为什么那个太有关系？我可以再替你简化，他们若是说 OK， 我就再简化。简化，简化，不要紧。好不好？已经想说，就几个段落，就傅凯跟博士这两个比较不会跳的，就先带着。或者是他们可以录一小段哦，用剪接的，就比如说某几个动作，他们做内外夹攻大力丸，就一个动作就好。对对对，没关系，不要紧张，我们先开。博士，你快紧张。博士一直说要简化，要简化。OK 的，博士。因为那个地球保卫战已经有四年了哦。有那么久吗？有哦，有哦。我四年没看到你了。他们说我这个老婆子，不好看。不会啊，你一样健康。娃娃好脏啊，是不是长不太一样了？好，去换衣服喽。回到家里要洗刷刷，眼耳口鼻不乱摸，不乱摸，不乱摸，不乱摸。人多的时候戴口罩进入密。被踢掉了，对不对？他是有过去的地方。不要用，不乱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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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记得轻步走，轻步走。他们在走动的感觉来了，对啊，谁会走？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要不要挑战那个动作？但我觉得这个动作蛮可爱，是很可爱。可是或者是他们不要动头，是这样。他可以啊，问题我们都学会了。我们准备要加速喽。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我们准备要加速喽！水龙头，水龙头啊，开又关，洗洗双手要擦干，吃东西前勤洗手，回到家也要洗刷刷，眼耳口鼻不乱摸，不乱摸，不乱摸，不乱摸。我觉得姐姐救你真的是我帮了很多忙耶、欸、真的好、啊、这一次这个歌曲设计的部分在舞蹈上是不是有特别去设计过？有，因为其实洗洗手这件事情有很多人都有做这首歌，像我自己就有做一版洗洗手的歌，那我希望我自己的版本可以跟这一首又有所不一样。那这一首呢，我就是用比较街舞一点，就是除了我自己是比较幼儿版的，那这一首我想要做比较再大一点点的孩子可以跳的，所以我就加入一些比较街舞的风格，比如说有这种比较蹲的这种动作，加一点律动在里面。迅速向内外夹攻大力丸，这些好像也有含在这里面。有，而且因为它的词是内外夹攻大力丸，七个都在里面。但是大家知道内外夹攻大力丸动作吗？内是这样子，然后外是这样子，就是它每一个都是要做大概两拍的动作，所以我们那时候为了这一句思考了好久好久，所以我们就把它找七个人来跳，一个人做一个，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内外夹攻大力丸七个动作都做得非常非常清楚，那小朋友也可以像是战士一样，他来搜集这七个动作，大概是这样。好 ，OK，、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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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没事吧？没事，没事，感谢。谢谢达琳姐姐，你现在在？因为我们是蓝 key， 所以我们要把蓝色的东西都涂黑，不然到时候 我身上就会有这边有个空白，就穿心。哇，我的蓝色很多哎、欸，完蛋！我的有点多、欸。对，等一下。大家
讲过。对，内外夹，内外夹，就下面大拇指，大拇指，对对对，然后你是立，啊立，对，是，好来坐好。朋友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伸出你的双手，戴上你的口罩，大家一起来！水龙头啊，开又关，洗洗双手要擦干，吃东西前勤洗手，回到家也要洗刷刷，眼耳口鼻不乱摸，不乱摸，不乱摸，不乱摸。头啊，开又关，洗洗双手要擦干，吃东西前勤洗手，回到家也要洗刷。我们拍一个那个你比那个七的一个 pose。好，你首先放下来，还啊，不然这样吗？这样这样吗？哦，好吧，啊，对，因为在整我。对对对对对，对我刚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算了算了。好，三。结果他剪你这个，然后下一位，哎 ，OK 了，开录了，哦，好哦，你在录，谢谢，谢谢，拜拜，好棒，好，那你那个，不，你那个七个那个，你说你，哦，先看你那个，来，别乱摸，吃东西前。